嗨，大家好，现场还有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你们好。您现在收看的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在每周六中午为您送上的分秒必争之大兵小将。今天呢，我们三个家庭呢已经在现场做好了准备，等待他们的是今天的第一个环节，环环相扣。来，准备计时开始。三组父子同时进行，父子两人需单手相连，迅速将直径仅为40公分的30个呼啦圈全部穿过两人的身体，率先抵达终点，并举起自家队旗者获胜。孩子先撞线了，你那么厉害呀！来，把自己和整个家庭给我们介绍一下，好不好？好，来吧。阿瑟隆，我的妈妈是我们的农妈咪公呢，带我们农民兄。哦。森林中，我们农民兄不傻呗，阿库们农民兄弟。哎，马山。啊。他们听不懂。对，我们听不懂，你杀了我们得了啊！咱们用中文解释。哎，对了，来中文解释一遍啊，来听听。大家好，我的名字叫玛莎，我来自塔吉克斯坦。我叫 Sam， 我来自塔吉克斯坦，我很开心来这里。嗯，谢谢。我们也很开心听到这么标准的普通话啊，讲得不错。谢谢。这边，来一号家庭也隆重跟大家来认识一下，来，是的。妙这个。猪玩的密达呀，是别的咱不讲。好，快乐父子开开心心来到了赛场。哎，我是大兵啊，我就是小将。玉树临风倍儿潇洒，露着冠军相。我身体健壮，我靠的是智商。别的家庭见到我们，您说能不慌吗？哎，强子主持啊，那口才一级棒，走吧里吧的脑袋是一个劲儿的慌。哎，我们可不黑啊，我们最豪爽啊，得第一吃他菜，大家来捧场。对，得第一吃他菜，是大家来捧场。来，这边三号家庭啊，三号家庭。嗨，我是刘超，看这是我爸爸，他身体健壮。这个比赛对他是小 case， 来点。你就别打爸爸了，行吗？我看着都心疼啊啊！没关系，我不心疼。你一会儿就心疼老爸了，很多地方需要老爸出劲呢啊。嗯，好，你们也跟大家热闹，秀一段小才艺吧，好不好？好，来。看明白了，爸爸就是传说当中那种跳舞慢几拍的那种啊，就总是慢几拍啊。下面呢就是我们今天的第一环节，非常非常严峻的考验在等着你们，顺藤破瓜。3分钟的时间，16米的距离，35公斤的轮胎，再加上孩子的体重和大西瓜的重量，总重量达80公斤左右，父亲们在这一关即将迎来体力和耐力的超极限挑战。这一轮呢，老爸和孩子们齐心协力呢，要把这西瓜运到对面去，每运一个大西瓜就可以为自己队争得10秒钟的累加计时。但这个轮胎呢，确实太重了，35公斤，然后这个距离也很长，拖过去还得拖回来，宝贝儿还得坐在这个轮胎上，所以绝对不简单，试试。开始，